前几天做的藕粉大家都很感兴趣，一直跟我说太难了，有没有简单一点对胃又好的。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苹果小米粥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哦。苹果削皮切冰，加入去核红枣，水的比例就按平时煮粥的来，大火煮开转小火50分钟，再下入枸杞红糖，一碗下去胃暖洋洋的，小脸还红扑扑的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